起得个大早，林爸爸春伞抱着小孙子，要送女儿林彩缇母子到桃园探监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她，因为其实之前她有叫我要去看她，就说我也答应过这件事情，因为算是自己心情也比较调适好吧。历经两个多月的心情调试，林彩缇在中秋节前夕带着二岁儿子探视胡瑞儿。哎，你们要看谁呢？胡瑞凯。我，你看过爸爸了吗？那爸爸去哪里？胡瑞儿因为检视案被判刑两年，7月21号入监服刑，也是林彩缇生日前一天。尽管夫妻俩已经签字离婚，但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无法割舍，林彩缇特别带孩子看爸爸。以为会有很多情绪，但其实发现我们讲到小孩，对小孩就一样是小孩的爸爸妈妈。我觉得这个还蛮不容易的，我觉得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要带小孩来，但是我觉得小孩他是开心的，他看到爸爸，他每个礼拜都看到他爸爸，还是会觉得是一件不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历经生孩子以及离婚风波，以真人版蛇姬出道的林彩缇，从火辣 coser 变成人妻人母，一肩扛起抚养孩子的重担。林彩缇现在除了拍摄 vlog 记录生活，也兼差当起网红，当孩子最大的依靠。三立新闻李文顺、邱浩倩台报道。